每一只猫长得都不一样的，包括它们的眼圈呢，还有鼻梁这一块呢，还有耳朵啊，还有肩带这些，每一只猫都是不一样的。嗯，性格上也是不一样的，跟人其实跟我们人是一样的，就是每只猫的性格都不太一样。嗯，有那么一些，急性子，它吃奶的时候吃的非常着急，也吃的非常大口。那有一些呢，比较温柔，慢悠悠的。这个垫子就是模拟他在母亲的，他喂奶的时候也是斜趴在那个母亲的胸腹部上面喂的。我们在这里也是一样，让趴在垫子上面，也是他一个比较舒服的姿势来吃这个奶，会吃得更好一些。现在都还在寻找，看嘴巴都在不停的拱来拱去的，就是他们还想吃奶。但是我们人工育幼这个时候呢，不会给喂个全饱，不然喂个七八成的样子差不多了。有一定的饥饿感也是让它更好的消化吃下去的奶。那这样动一动也是有助于它的消化，不然它吃了就睡了。会骨巴翘一翘了，或是四肢蹬一蹬了，对，这样一些行为出来，代表他可能是想排便了。他如果像那种不高兴的时候，就会发出一声很大声的叫声出来，就类似于那种狗叫那种小狗叫的那种声音，就代表他可能有点生气了。看他早一阵就自己就休息了。那如果他说那种吃了奶之后呢，或者是不想吃奶了，他也会发出一些叫声。来表达他的一个情绪，一个需求。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去观察他的一个到底是什么原因引起他的这样一个叫声。找到原因是有点紧张呢，还是有点对环境受到惊吓的，那么就去排除这些因素，避免在下次再出现这种情况。玩得高兴了，他就会手舞足蹈的，或者是想抓了，这也是一些情绪的表达。需要兑多少的奶？好，给我们准备奶了。育幼师的日常之一就是给大熊猫幼崽们喂奶。面对不同成长情况的小家伙们，每一次喂奶都是一次考验。奶爸们除了要做出整体的规划外，在面对不一样的熊孩子时，还得使出十八般武艺。
你都拍哪些呢？乔伊的吗？啊。啊，乔伊拍了哈，好，喂乔伊了。乔伊，开饭喽！睡醒了没？拍了便的还不知道找，不知道找哪吃了。乔伊吃得好，乖乖的坐在怀里，也不动，手也不乱抓，是吧？裹的奶嘴裹得更好一点，我就需要把它那个嘴，有时候需要稍微捏着一点。来，乖乖。哎，活动一下，活动活动。待会儿他吃完又去睡觉了。很好，这是他今天才来的，一般才来的他都会有点不太适应这边的一个环境。那么呢，
宝宝长到熊猫幼崽长到三到四个月大的时候，我们就会把双胞胎的两个都能还到母亲那里去。还到母亲那里去之后呢，可能母亲的奶就已经满足不了他们的一个成长的需要了，我们就需要人工的对他们进行补奶。我们也是会每隔几天就会对他们对两个幼崽进行交换一次，轮流到母亲那里去带一下。因为他今天刚好从母亲那里过来，把他们的另外一个换过去了。待会儿呢，我们就会对这两天还的已经还回去的这个幼崽进行补奶。育幼室外的大熊猫幼崽们也会因为妈妈们的奶水不足，营养不够。此时的育幼室又会有另外一个特殊的任务，就是为了保证幼崽们能够吸取到足够的营养，每天为他们加餐。这不，奶爸们立即从室内转战室外了，开启一天的补奶工作。由于园区很大，跨越距离较长，为了保证每一只大熊猫幼崽都能喝到热奶，奶爸们也是使出了浑身解数，以保证奶的温度。依然养好，都没吃过。都没吃过这个。哦，都没吃过那个。哦，有点两口水鱼，就看你了哈。是不是？16.90。16.90。哎，做今天还长得可以。长好的嘛，长一百多，快了。
吃出了很多没有，我没吃过。啊，哎，从这新鲜，新鲜营养，吃的吧滋吧滋的，有点香吗？这次又应该不老不短，嗯，不老不死，不死了，长得很，长得很，长得巴适，嗯，还是可以的，就是这次应该，第一次吃，第一次可以，嗯，我们先走，先走，差不多，好，拜拜，拜拜，差不多。今年神树坪基地一共出生了22只幼崽，包括9对双胞胎、4个单胎。那我们现在，22只幼崽已经全部还到熊妈妈那里去了之后呢，我们育幼的工作也就告一段落了。全体奶爸也将回到园区各个岗位上，直到明年第一只熊猫幼崽的诞生，育幼的工作将又一次开启。我们育幼室的故事到这里就暂时落下了帷幕，这些回到妈妈身边的大熊猫幼崽们又将开启自己熊生的另一段旅途，那么又会发生什么有趣的故事呢？他们在妈妈的身边又会遇到怎样的情况呢？神树坪，我们下周见。而在神树坪的外环，还有一位超级奶妈，她可以一次照顾数十只熊猫宝宝。我觉得当熊猫饲养员就是这个满足感，很开心哦。